淮西砂锅九牛。驻马店地处淮南，古称淮西，由于此地牧草肥美，历史上就有农户养牛传统。此道菜以下南牛作为食材，将下南牛牛舌、牛百叶、牛肚领、牛鞭、牛掌筋等共九处精华集于一锅，通过特殊技法烹制而成。此菜配料独特，口味鲜香，营养丰富，使用砂锅制作，更大发挥了原料的营养和口感，从而达到一菜多味、一菜多补的功效。